大家好，崔总们好。今天是5月12号，512文贵向崔友们报平安的直播视频，请大家先看看我的后面啊，换背景了。原因就是有一个懂风水易经的网友，非常执着的一直给我发信息、发私信，就是上次看到那个猴子啊，旁边的毛主席的诗词啊，他觉得风水不好，希望赶快换。这个网友太执着了，昨天又给我发，这个我要尊重这位崔友的建议，所以马上就把那天买的一幅画，那个艺术博物馆的那一家，我看到了这个，我就马上给买来了，昨天就马上安上，希望这位崔友能满意，能开心。今天首先呢，开始我要回答一些网友一直很执着的一些几个问题。昨天很多网友呢在问的很多的，就是说我昨天其中在这个前头上这个前路的也没有处理好，然后呢，大家就这个书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拿走？因为啊，对不起，搞反了。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啊，这个《暴民创造民主和自由》这个书呢很有意思，特别是拉蒂斯这个罗素的这个书呢，因为这个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有老领导跟我说，你能不能别在你的镜头出这本书啊？好像你要搞革命似的。所以我昨天我临时发现就放一边去了，回答了这位网友是什么书？为什么？还有一个昨天有位网友给我发了好几遍，说这个一朝分娩不是一朝分娩，我明白了，第一次说对了，第二次说错了。那么还有那个网友呢，一直在关心的问题，说你在这个上两集节目当中说到了那个给我提供材料的那位警察刑警有1岁的孩子，你这样爆料不把人家都给牺牲了吗？请崔友们相信文贵的智慧。这个我虽然是挂靠安全部，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公检法，这个安全部啊，这个我老向他们取经，这个我说这个如何？这个与人打交道，与事儿打交道，还有一个如何的保护自己，其中有两个词儿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装傻充愣，指东打西。啊，装傻充愣，指东打西。所以说，文贵不会愚蠢到把提供材料的人给牺牲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你放心，让他们这个找遍天下也会找不到这个提供资料的人，而且不会因为文贵有任何爆料的人被给这个牺牲，那不可能的。那太小看了文贵的智商了啊！希望这位网友呢，这个不要这个担心。还有呢，这个网友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关心，就是我家庭的情况啊。这个实际上这两天大家不知道，我家庭情况实际非常非常不好。我只是不能把这种痛苦带给你们。这个我母亲是前天住院的，除了现在坐轮椅之外呢，也住院了。我母亲由于最近一直哭嘛，就想她的这些孙女啊，这些我这哥哥呀，还有家里的外甥什么女，都是跟她很好的人，还有两位员工呢，都是跟了我大概马成是1991年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也26年了嘛，这个还有其他几个像赵广东啊，他认识我是大概11岁就认识我。所以说这些员工都跟他儿子是一样，他老见不着呢，人家家里人的这种白头发呀，家里人的痛苦啊，我娘也难受。然后呢，我母亲就一直就哭来哭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这个所以他的眼睛呢就哭得现在看不见了，所以这个他住在医院去做手术去了啊，所以这心情是很不好的。另外一个这个我另外一个侄女婿。啊，是我们的财务副经理，被关了也快3年，2年多了。我这个侄女儿家里边两个孩子，我这个侄女儿呢，那么小个孩子才30来岁就已经全头发都白了。这个她是我大哥的其中一个女儿。这次事情当中最大的灾难，我们家就是我大哥，我大哥本人被关了1年多，我大哥的这个连翘就是马成啊，就是这个马成，我们的这个财务总监马成。我大哥的这个二女儿就是郭丽杰，我娘最喜欢的俩孙女就是我的这个郭丽杰，还有我的女儿郭美，对吧？这郭丽杰现在还一直被关押。那么再一个就是，
我大哥的这个大女儿的女婿啊，这个盛瑞刚也一直被关，这个非常的惨，这个对我大哥的打击太大了。我大哥又是糖尿病多年了，我大嫂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说这个家里边的压力是巨大的。最近呢，我四哥六哥回来，电话我们也没联系，这个也没有视频，因为大家都受不了，这个四哥六哥的身体非常之差。所以说呢，家里的事情呢，这位员工很关心，我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想把这种痛苦分享给大家，这个我希望能带来更多正能量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推友呢，就是一再提醒，昨天所爆料当中，这个不算爆料了，昨天的这个报平安节目当中提到最多的是黄燕，黄燕女士，此黄燕非清华的黄燕啊，我在这里帮助予以澄清，而且黄燕不是清华大学的，是东南大学的啊，这个在这儿也表示给予澄清。但是黄燕是在清华上过一个什么班啊，所以她到处以清华啊这个学生清华的学历啊这个到处标榜。那么另外一个，昨天大家一直在关心这个岳文海，这个岳文海的这个周口挖坟和岳文海和我的关系，因为这个我不能一句两句话能给你们说清楚，事情很复杂，我未来在这个逐步的给大家来说吧。那么同时呢，昨天大家也跟我在一再问到的，就是说希望谈谈这个深入的房地产和这些人的关系，还有这个雄安地产，还有一些通州的这个就是北京市副都心副市中心的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关心的特别的多。那么我也不能一句两句话能给大家说清楚，我希望未来再有时间说得更细一些。还有大家就一直担心全球发布会到底什么时间啊？这个全球发布会啊，这确实现在是最近我最大的事儿。昨天我是大概开完视频会已经是两点多了，然后呢这个就看这个给我提供的全球发布会的这个草案，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大概5:20醒了，一醒来吓我一大跳，穿着衣服，然后这个因为昨天晚上这个纽约还是很冷的，一到晚上我有时候到亮台上去打电话，露台上是穿得很厚，醒来的时候浑身那个包的，还有穿了大厚鞋，穿着大厚裤子就睡着了啊，真是太困太累了。看这些方案呢，还有一些建议呢，我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灵感，比如说这个其中的啊，这又有建议三个方面，就是时间往后推啊，往后推。比如说有三个时间，我们6月份、7月份是很难很难的，因为我们大概就是播放的这些资料、法律的证据，还有一些相关事件的人能到场，节目安排、舞台的搭设，各种语言翻译，这不亚于一个小的“一带一路”这个会了啊，这个涉及的面很大很大。那么大家有建议时间，有7月底的，有8月的，有9月的。当然了，这个8.1建军节啊，大家说头一天可以搞，还有国庆节这个之前可以搞。那么正好呢，国庆节之后呢，就开全国这个19大会议了。那么其中有很多人的提议，就在全球发起三个行动，对现在的反腐啊，我们要给点赞。点赞是怎么点呢？全球的老百姓呢，就是支持中国反腐的，我们叫做熄火10分钟，就是大家不论在哪儿，把自己的车停下来啊，停到路边熄火10分钟，站立啊，站立，鼓励反腐。那么同时呢，这个大家就是说要求这个四反三不反，我们叫做这个7个条件啊。叫做这个郭七啊，我是老七嘛，叫郭七条啊，我们现在向全世界宣布郭七条，那就是到那时候也搞一个行动，就是可能是我们将鼓励大家呀，在北中国的10大城市啊，选定某一天，比如说在我们全球发布会的时候，某一天我们在某个地方发起一个2小时的一个停车停驶的这么一个行动，一个表达支持。特别有意思，有些人创意啊，这个跟我们这个科技啊结合到了一起，让我很惊讶。本来我不想给大家说的，现在可以来透露透露。
就是呢，我一直投资了很多的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呢，很多都是互联网啊，现在通信科技啊，其中呢就是包括了现在最重要的，就咱们国内的防火墙的问题，这个有突破性的进展的一家以色列公司，最近向我展示了这个它的技术，它这个技术呢，就是从这个卫星上啊，通过另外一方面立体的，就是将信息叫天女散花般的扔到了有防火墙的地方，包括北朝鲜的地方，这个任何地方，就是这个就像当年我们使用这个虚拟电话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收到那种广告啊，各种信息，就有人往你这个在周围的散发。那么这个技术手段呢，从天空中扔下去，扔下去以后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说这个能阻隔这个信息的扩散的。那么最重要，说你有手机。只要你有手机有联络方式，这个信息你就会被截到，那么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也是下一步的 Google 还有 YouTube Facebook 他们都要去做的这种技术，那么就没有这个没有任何所谓的互联网这个事儿了，互联网的这个防火墙这事儿了。那么所以他们希望呢，在我这个全球发布会的时候能叫他们尝试使用这个技术，哎，我很兴奋，因为这个技术一旦尝试的话，就是说这些信息就没有任何人可能阻挡的扔向了咱们国内的防火墙内去啊，这个太重要，包括视频，而且信息这个它的这个传递量还有内容容量都巨大，一旦这个要做到了，这是一场革命。所以昨天我这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头两天谈的时候呢，他给我出一个方案，就是在我这块给我搭建一个，我在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啊，在我这个没多远的一个在西中央公园一个房子里，给我搭建一个，就是花2700万美元的一个和任何一个世界网络和信息交流的中心，而且呢和卫星啊，和这个有线网，各种无线网24小时立体，而且个筛选的信息，而且同时能和所有全世界的推友们进行连在一起的，哎，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中心的搭建呢，有很多现代的技术啊，很有意思，包括了现在的 AI VR 这个各种信息搜索回答都很有意思，那么再加上今天说的能突破防火墙，那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很重要的。昨天呢在直播当中，实际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我的大楼又被害了，这个然后呢我的手机呢，实际在转播当中大家是看到是1分09分钟，1小时09分钟，实际上中间断了好几次的，后来我们有预备方案，我们就转过去了，但是还是丢了信息。所以说未来我们的系统呢，要保证这个信息传达的稳定还有科技性，加入到 AI 和 VR，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呢，有些网友呢就一直在想问，那你这两天为什么那么高调，这个显富，特别是5110啊，我生日那天，这个510和昨天的511啊是有关系的。昨天已经被很多北京啊这个定义为511，说相等于美国911。我说这个511跟911差远了。那么大家就很，但是为什么你那么爆料大飞机、小飞机、游艇？我在这儿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再说一遍，文贵绝到现在内心也不喜欢炫富的人，到现在也不喜欢那种吃点喝点穿点然后显车显房子的，那实在是我认为是无知的。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请大家理解我这个炫富的背景，因为专案纪委加公安的专案组就那6招已经使唤了5招了，就是说其中就是断你的财路，断你的人脉关系，毁掉你的信用，除了录制三邪视频，我这个强奸女员工破产，然后什么杀日本人，然后呢这个发红通，这些招都用的时候，实际最关键就毁掉我的信用和海外的所有的关系网。事实上它有没有影响，它一定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对我所有合作的基金是巨大的巨大的，当然它造成不了说目前说巨大的损失和这个灭顶式的灾难还不至于，但是一开始它就让我从香港就是赔掉了30亿美元，大家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UBS
在他们背后的协作当中，让他们入股这个邮储银行做承销做条件，然后呢就给我攒偿赔了我30亿美元，这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些一直在做，一直在做。那么我炫富呢，首先第一个我要回应很多我们投资的 LP 们，就郭文贵没有像他们说那样，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下一步的投资当中呢，和国内的很多上市公司都是有关系的。我现在不披露，纪委加公安过两天就会披露了。这个他，我要走在他们前面做很多事情，因为他们私下干的活是中央领导或者说是政府官员真的是不知道，有些啊是不知道的，他们都是为了私人私心啊，用于这种各种他们的私下里的这种利益集团作为交易，听从于他们这些背后的这些股东们、非法股东们来进行攻击。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三协视频、强奸女员工，还有什么判决书，还有什么这个 UBS 起诉福布斯、海航公司的福布斯起诉，这一系列的招数，任何一个人在他们这是连环拳啊，这是组合拳，这个打过来基本上早被打死了，就甭说是被打趴下，早被打死了。那有些事儿我知道他们要做啊，我不要让他们这个先做，我自己做，因为我知道他们要爆我的游艇，他们要爆我的飞机，他们要爆我的生活如何奢靡方式，那我还不如我爆呢，那我爆了不更好吗？还有，这是第二个目的啊。第三个，他们报一定是不真实的啊，这个我报，我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就是我一定抢在他们前面，不让他们妖魔化我。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飞机，现在呢在瑞士叫 iMico 这个公司，这个家伙飞机装的是非常好，但是他也在国内有生意，也被纪委加公安给操作了。我们那个大飞机空客 A319 就我们装修花了5000多万美元，4500万美元的合同，装修花5000万美元，就这个飞机差300万美元为名，他就在那扣留不给我们。为什么呢？就是纪委加公安私下给他们有承诺，只要你不把飞机给郭文贵，我们未来就有飞机几个飞机装修业务给你。这家瑞士公司就简直就是也是耍流氓了啊！这个老板是一个黎巴嫩人，我们正在给他打官司，就在打官司当中，本来我们就该赢的，突然间转向了，你可见这个邪恶力量多大。后来我们了解，就是他们受到了北京来的官方的各种压力和诱惑，啊，对郭文贵的围剿和打压和陷害，远远超出了网友们你们所知道的，推友们你们所知道的。我不相信任何人在他们这些年这种绑架家人、绑票家人、威胁员工、侮辱员工、查封资产，然后呢让胡舒立博讯委实全国全部党媒进行威胁，然后纪委加公安上万次出动警力对我们进行调查，公司常驻10几个警察公安专案组收拾我们，然后几十个人常驻香港查我的银行资料，几十年银行资料，去找所有我们的会计师、律师，找所有的国外合伙人去干这些事情。那这都是对任何人是无法承受的，就是我们在这2-3年里面，这可能是我这个被打击或者说是动用的力量远远超过郭培行、许才富和周永康，远远超过这个。所以说大家呢应该看到，就是说我真实的暴露出这些你们看着或者有网友说这炫富的时候呢，让很多人听得不舒服，但是总比他们妖魔化什么这个强奸女员工、邪性富豪要舒服得多。所以呢，这是文贵的被迫无奈之举，也让他们知道我活得很好啊，活得很好，还有我的资产、我的钱可以晒在阳光下。另外一个，当我站在镜头的当天开始起，事实上我就必须要对我所有说的话、我的一切我都要负责任，还有我必须什么都要向推友们公开，任何藏藏掖掖那都可能成为大家的怀疑甚至是疑惑，最后真的变成因疑而生灾了。
因一而生了祸了，而且呢会被我的这些敌人呢盗国贼们所利用，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希望大家能理解文贵，文贵不需要任何的炫富，也不需要任何的嘚瑟，也不需要让大家不舒服，这个对文贵没有任何帮助。但是现在我迫于为无奈呀，我迫于无奈，很多事情的背景大家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希望这些网友们呢，这个我刚才的回答能让你们满意，我就不展开说。那么咱们再说到这个，这两天昨天511事件已经定为511事件了。这511这个我没想到啊，这是完全是没准备的，昨天就说了。这个说这个511之前这个背景啊，是因为大家是不知道的。大家可以想象到从昨天到现在多少人找我呀，多少人找我。我没想到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轰动啊。是可能涉及到了黄燕女士、岳文海的这种这个有色情的成分，哎呀，我也不清楚。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要知道的，昨天这个511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就昨天我收到了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还有其他领导对我进行了家人威胁。昨天晚上的一位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文贵，你搞了个511，啊。”然后呢说你这真是太过分了啊，这不好，不好就是原因就是黄燕的事情啊，黄燕女士她谈了她的想法。这位老领导是很好很好很棒很棒的啊，不是那威胁我那个老领导，通称为在任和离职的官员通称为老领导，大家不要误会。然后他说这个虽然你说的这些我相信都是事实，他说但是呢他没必要跟他过不去。然后说你昨天你把我们所有这些党员都说成茅屎坑的蛆啊，还有乌托邦，这个他不舒服啊，说你三不反啊，不反共产党啊，不反习主席啊，不反政府，你这不是这个背信弃义吗？我后来给他说，我说您错了，我不反人民，就不反这个民族，不反国家，不反习主席，没说不反共产党。他说你这不对，你这逻辑不对啊，那习主席不是共产党的书记吗？你这不反，你这能说得过去吗？我说习主席他是国家主席，他不是你党的主席，你说习主席是党的书记啊，在这个问题上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关于黄燕女士和岳文海的事情呢，我说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我说本来呀我就没想说，我但是由于他们对我的威胁，还找了我香港的一个好朋友，对他进行了这个向他传达了各种的威胁，什么要让我家人如何不安全，如何如何如何讲这些话。我说这是我没办法了，我说每个人都拿我家人来威胁，我家人现在成肉片了。我说还有更夸张的事情，我说这背后的故事我没说。像黄燕这个女士，我说你想想，北京市的副中心就是通州发展，我你敢给我保证说黄燕在这里没有巨大的利润吗？他有多少项目都是他做的，当时黄燕的这个中间人包括岳文海多次给我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副中心的时候，我现在还有很多图纸在我这儿呢，就已经告诉了我副中心的规划，让我到通州河边给我这几千亩那几百亩地，那黄燕都能找到我们，那你说那中央的很多领导的家属他得找多少啊？我说这个现在谁就管呢？那个通州的现在项目好好查查背后都是谁，看有没有黄燕家人的。我说包括现在这个雄安这个国家副都心这个好几个项目都是黄燕拿出来找我们的，而且有承诺增加多少容积率，一倍两倍容积率。我说你们都是熟视无睹啊，还是故意装作看不见的？而且这个中间人，我说岳文海给深圳的一个大的地产公司，我是做这个白手套赚了多大的钱，你知道吗？而且这是黑暗的，更重要的事情，我说你可能你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弄出来多少钱呢？北京这2500万人民住着昂贵的房子，这十几年得多少是跟黄燕这些人有关系的？
最起码我说没有这种腐败，我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些坏着良心的开发商，我说没有这些这个真正的房地产背后的这种金融腐败，北京地价有至于这么高吗？我说你们不管，而且更重要的事情，黄燕女士和岳文海的事情，早在2014年12月份，我就给中纪委和有关专案组领导写过文字的报告，最后都是鸟无音信，而且是岳文海坐在我们盘古大宫的楼上民族证券，还有他那个河南老乡那个徐子斌啊，那是个大坏蛋，这个徐子斌啊。说到这儿，我再说这个徐子斌，简单说几句啊。是徐子斌原来是谁呢？是原来一个叫翁先定的啊，叫做这什么华信托呀，这个里边的副老总。他因为翁先定先生是我们民族证券原来股东，由于我到了民族买收购了民族证券80%的股份以后，我是第一大股东，第二是张宏伟先生，第三成了翁先定。但是新华信托，新华信托原来是新华保险的人，然后呢翁先定呢在这事很配合，实际上我已经80%的股权了，完全不用理任何人。但是为了感谢翁先定先生当初的协作和配合，我答应他让他的老总徐子斌到民族证券当了副总，我这是善良啊，这是善意。结果我的善良就变成了东郭先生的故事。这个徐子斌到了这个民族证券当了副总，当时赵大健先生是董事长兼总裁，董事长，哎呀，竞争的很厉害，也是斗争的很厉害。我硬着把徐子斌啊，这个让当上副总裁，还管核心业务，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徐子斌家里边出了事儿啊，由于可能是家里孩子金融诈骗要被抓，那么找我帮忙，我就找了当时时任周口市长正在挖坟，正在挖人家祖坟的岳文海先生，帮他的忙啊，这个南阳帮人家的忙，帮他南阳在家庭的麻烦。为此徐子斌回来啊，多次说呀，感恩戴德呀，哎呀，这个老乡啊，对我一辈子为你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河南这个地方我给河南呼吁了很多年，谁说河南坏话，在北京谁在说河南人坏话，我们就把他撵出去。我很在乎河南，这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河南有河南的问题，河南人的缺点就在徐子斌和岳文海身上表现淋漓尽致。就这徐子斌天天抹着眼泪感恩戴德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跟李友开始合作了，他是极度参与，深度参与。结果后来徐子斌就跟李友私下达成了协议，就开始悄悄出卖给各种信息给李友，当然了后来就被李友收买了，因为李友给各种许诺，这是李友的擅长，这个家伙就最擅长搞这个，挖我的员工，收买我的李涛和杨英，收买这个徐子斌，民族的几个副总。结果呢我们其他人没被收买过去，徐子斌被收买了。后来我们在香港谈崩以后，徐子斌就毅然地站在了李友那边啊，就开始给我作对，报恩没报，马上是以怨报德呀，以怨报恩呐，这就是徐子斌。这时候岳文海呢，就是挖完祖坟以后啊，这没地方去了，这全中国人都在讨骂他的时候，岳文海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国总，我能去民族证券啊，我说你这不是说你这不来了吗？你不当书记了吗？哎呀，我这个挖坟不是为了你呀，挖坟。哎，我这挖坟咋为了我呢？他说，我这不是想上民族证券吗？河南省委不放吗？我就去挖他们祖坟去了。我一挖祖坟，这不人们就骂我吗？结果现在他们必须放我，放我走啊！所以说我挖祖坟是为了去民族。你说这话说的，现在听的都成笑话一样。赵本山大师都演绎不出这种话。我也知道他是胡说八道，但是官场这些人呢，掩耳盗铃习惯了。好了，我说好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部向他发了函，民族证券私人企业竟然成了一个党委书记，岳文海来了，这个河南周口挖坟的岳文海啊，就跟这个徐子斌俩人成了利益团伙了，这个利益团伙，就俩人就开始对付我了，也被李友收买了，什么条件呢？这里有很多秘密没说。这个李友许给岳文海，还有岳文海的政治局领导给他一个金融牌照，给他个金融牌照。徐子斌要未来并购以后，当这个方正证券的
总裁，这俩人就一股脑的就开始害我，弄我。岳文海跟后边的老板恨在这折腾我，就跟李友站在一起了。那么说到这儿，就这个徐子斌这人有多坏呢？把他所有的这个海，就我社会上的这些能跟他金融界有关系的，都弄到了民族政治去了，把民族政治我们所有过去我们进员工全部开除，其中有一个我们的员工，老老实实员工，开除以后一分钱不给。这个女孩子神经不正常，就一次骑自行车把腿摔断，缝了100多针，工资都不给人家。你说这个徐子斌有多坏啊？更夸张的事情，这个徐子斌跟岳文海干什么？把民族政界变成一妓院收养站。因为岳文海经常在河南啊各个院校旅游学院，每年都要想办法弄个100个左右的女学生。最早时候他管河南郑州机场的时候，他把这女学生都弄成空姐服务员，他那有好几个酒店，然后给他领导享用。后来他到了北京以后，他把这女学生现在就到北京啊，定期给这领导运用啊，包括还专门找处女。这是岳文海的拿手好戏啊。这但领导用完以后没地方安排，或者暂时没地方安放，有些人就安放到我们民族政界去了。大家可以到民族政界看看岳文海来安排了多少人，那包含了很多领导这长期的小三儿和情人。徐子斌也扮演了这种打手的角色，而且我们民族政界很多领导的家人啊，领导的家属都在民族政界上班。民族政界和方正政界基本上就是小三儿和妓院的收养站，除了李友的情夫团、秘书情人团，加岳文海和徐子斌的情人团，然后再加上他这些情人团的家人的，在我们各个分支机构，方正和民族哑然成了一个就是打着金融幌子的利益交换的妓院。你说这个方正证券和方正行都好吗？还有我们这里边原来就有王仁歌校长、朱山路书记，这个常年在北大搞的这女学生，送给领导的女学生，安排不了也安排到方正去了。方正集团里边基本上有点姿色的或原来给陪护领导的，这都是有背景的，都是叫床上关系的。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说昨天为啥我说的这个岳文海和这个黄燕的事情，我们早就报告过，而且中纪委、纪委加公安专案组多个案子涉及了岳文海啊，涉及到徐子斌，涉及到黄燕，最后都不了了之啊。是岳文海和黄燕的生殖器起了作用，还是起什么作用？昨天这位领导说你把这个北京市政府跟中南海连在一起了，哎，我说我没这么说，我说我能知道的，我说我说的真的连1%都没有。黄燕女士基本上用自己的这个性能力把很多官员、中央官员和这个北京市官员成了表兄弟了，真正的连为一家人了，真的是北京市政府和那西院那就差2-3千米那就成为一家人了。我说当初北京市这个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这个其中一个领导跟我说，在这个一桌子上17个市政府领导，其中好几个人包括黄燕女士啊，就一只手啊就是挠裤裆痒。后来他就研究发现，他说这事儿不对，怎么大家都有同样的动作呢？老是往下抓裤裆，像黄燕女士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抓裤裆呢？后来他说他得到了答案，这几个人啊都同时去了协和医院皮肤科看病，也就是性病。我给这位朋友领导说，我说你不知道黄燕用了什么样的招，我说其中有一段录像当中都说他用了口活手活，然后给这位领导说，哎呀你别把我给弄怀孕了啊。这位领导说，哎呦黄燕啊，你这手都能怀孕呢 啊你也是够有本事的。因为黄燕特别爱自己他那双手，他认为那手太漂亮了，经常摸来摸去的，也愿意自己能喜欢的手摸领导。我说有多少领导被他给拿下了，他弄了多少钱呢？他不是靠姿色，他抓住了我们党内很多人的弱点。很多领导他也是人，血肉之躯，这个他也没机会接触别的人，或者说不能实时接触别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愿意这午觉的时候去接近领导。他抓住了这些人的弱点和命根子，造成这些领导饮鸩止渴，饥不择食啊。我说他害的人太多了，
但是我这事都给中央领导和纪委加公安还有个别领导都说过，岳文海的孙子摆明是敲诈我呀，他骗了我呀，那些字画，那黄永玉的画到黄永玉那查一查去，卖画的人也被公安抓过，都交代了实情。那徐悲鸿的画，黄永玉的画那是200尺的画，那都是上黄永玉的画册的呀，对不对呀？那董其昌的画是拍来的呀，那是上拍拍来的，结果是李友的事没摆平，结果他也是跟李友弄一起去了，这都是一样的呀，是不是？我说这个你们不去查，现在你却埋怨我，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我说我没有说出整个事情的超过1%，包括这几天我们接受的这种被压力、被人叫去，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基金，其中我们两个投资者被我就不说身份了，我答应了某领导不说他们身份了，去私下威胁说，如果你不跟郭文贵撤离这个合作，终结这个合作，撤出资金，你在国内的企业都将遇到麻烦，而且告诉对方，你在国内养的情人还有私生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会通知你的家人。这位香港的朋友，他是个混血儿，这哥们儿是挺有个性的，大骂啊，嗷嗷的骂，骂完以后就当场就给我打电话。所以说，你看他用的这种流氓黑社会手段，就谁去投资都成了他们的把柄，人家的私生活也成他把柄，人家养小三小二，人家是个人企业，不牵扯到人家道德，也不犯法，也不犯罪。你把这威胁人家，你们不是说你是满山放火不让人家黑夜点灯啊，你是满山放火你都不让人家睁眼睛啊，睁眼都不让睁，你甭说点灯了，有灯也不让你看，把眼睛闭上，把嘴闭上。我说这位朋友回来以后嗷嗷的叫唤，文贵咱必须跟他们干到底，太黑了太黑了。他说我投了那么多年的钱，他说当年我们这个就他的老板吧，就是中国在香港的第一富豪，曾经给某某最高领导5000万的事儿是他亲手的。他说我要从那件事上啊，这都30年了，这都快30年，27、28年的事儿，那5000万我要开始爆料。文贵我这有证据，是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给了这个家族当年5000万，是他们这个家族成就了什么什么进中国的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我又给他如何合作，在美国给他多少钱，香港给多少钱。你看这帮人的无知啊，点炸了多少火药桶，这个人可是真不会怕你们这一套的。郭文贵的家人被你绑票了，你只能把人家说不让人家投资，你只能把人家所谓大陆的就是情人也好，还是人家第二房太太也好，你去威胁人家，人家这样的给我说，文贵我不但要不撤给你的投资，我还要大量征进投资。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昨天才讲出了黄燕女士和岳文海先生，这是因为这种腐败利益集团盗国贼们，你们不作为，不但不作为，就在这些天你们还继续攻击我的昨天把我的这个大楼又给攻瘫了，又昨天把这个我的这个直播当中节目给害瘫了，我的音量又开始弄完了，威胁我的投资者，威胁我的家人，以生死威胁我的家人。到现在我娘住院了，我都不能看我娘，我不能尽孝，这个什么情况，我的女儿太太不能让我见面，我的这整个哥哥嫂子们都被你们给灭，都已经是快一半的命被你们拿走了，你们要让我遵守什么国家政策，相向而行，掩护这些人，能不能站在我角度想一想，如果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合伙人、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员工朋友被弄成这个样子，你们该怎么办呢？你们能怎么办呢？这个我前天讲了母亲这个事情，这个母亲是多么的重要啊！我的母亲现在坐上了轮椅，被你们给折腾了，然后又现在眼睛哭得看不见，就这还不让我们家人团聚，然后你让我和你相向而行，这是什么样的强盗逻辑啊？如果你们想想，你们的家人被这样了，你们能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这草根，我们这些私人企业家把老个官员的家人弄成这样，你们不得把我们给活埋了吗？将心比心呢。所以说这大家看到了我这个所谓说事情的背景，大家为什么这个事情的这个背景的一部分，这位领导劝我，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能不能站在我角度考虑问题呢？我们时时刻刻都遇到生命危险，其中一个人竟然找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你告诉郭文贵，我们要想把他给灭了，分分秒秒，不论他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让他暴尸于街头。他待在他家那个地方，我们会让他悄无声息的自然病亡。这话我到现在，这话我今天给这个领导说啊，还有这朋友说的，这位朋友也跟他说话都录音了。我要征得这位朋友的说话，我哪天我一定要递交给美国政府。怎么让我暴尸街头啊？怎么分分秒把郭文贵给弄死啊？怎么让我家人在北京就不能安全呢？我听你话我就安全了，我听你话我娘的眼睛就不哭瞎了，我娘就不会坐在轮椅上了，就回来了。我这些嫂子们，我这员工的妻子妈妈们，就不会哭得白头了，白了头就能回到黑头发了。我们愿意跟你们作对，敢和你们作对吗？不敢跟你们作对呀。我们有选择吗？也没选择呀。你真的不能说把我们给强奸了，还让说我们爱你啊，还深深的爱着你啊，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傲慢呢？你们不为你自己做了什么，只想让我们为你做什么？原因很简单，你就认为你们代表了国家，代表了这个强大的政权，你能代表国家吗？这些人能代表国家吗？这几天啊，我看了这个，大家来看我节目的时候，我在看别人节目，和平先生和陈小平先生的节目啊，我在看陈丹和女士的节目，我在看郭宝胜先生的节目。这个我是他们的忠诚粉丝。这些人讲的话，我就拿着味儿，哪句是假的呀？哪句是胡说八道的？哪句是极端的呀？这些话为什么国内不能让听呢？他们说什么了？那防火墙是真的防得住吗？防得住网络的防火墙，能防得住人心的失去吗？这个当昨天我讲的那位大师讲的茅屎坑的蛆，这个不能到清水里边活着。他也不能见阳光，他也不能与其他更高尚的动物再活在一起。那么第二还有一段，我又问大师了，这茅屎坑的蛆是解释了因缘，它本身就是恶处，本身就是邪恶，见不得光，见不得香，见不得新鲜，见不得真诚，它只能是与臭为伍，以脏为伍。我说那什么为空呢？啥叫空啊？我说这世界上这都存在着各种物质，各种人类，什么叫空？这位大师说，好，这杯水是什么东西？是杯子和水。这位大师说，这个杯子和水如果你给它加温1000度，它还存在吗？加温10000度，它还能存在吗？我说10000度肯定没了，1200度这东西就没了。他说那就是叫空。任何物质，任何事情，在相对的条件下，它都会变成没有。你所看到的物质和任何的形式性的东西，是因为相对的物理条件下它的成就的果，这叫做物理，叫物质。同样事件也是如此。他说不论是人的各种感情和理想和信仰，在相对之条件下和环境下他得成就，反过来说，相对的条件下和相对的环境他成就了缺漏，那就是毛病。这就是人类上在很多复杂的环境下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和行为，那就是佛教讲的贪嗔痴慢疑。禅宗用空和悟解释了一切，宁静亦非台，何处惹尘埃，这就是本质。他说不论是政府还是人，都是会因为相对的环境的条件而得到改变。
那我问他，为什么各国的政府、各国的政治形势那么不一样？这位大师说，大德说，因为各个政府他也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什么样的人民就选出什么样的政府。当人民的条件改变的时候，政府就会改变。那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能有今天是各人民的改变，让这个政府得到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经济繁荣发展和国际上的声誉的强，这是事实，谁都无法推翻，这是奇迹。但是今天这个政府当中提到的很多现在缺点，还有我们作为老百姓现在这种相对的条件，是不是能让政府能看到这些威胁我家人、绑票行为、抓709律师、抓捕那么多无辜的人，还有这些让这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和这种岳文海、五黄燕这种靠生殖器、靠保票、靠手套、靠欺骗、靠输出利益，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人民买高档房这种代价，这成就什么条件呢？这是邪恶的条件。这最重要的，这位大师告诉我，文贵牢记在心，这是我一直尊奉的，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什么东西都没好没坏，但是它过了就是灾，钱多了也是灾，水喝多了也是伤你身体，你不管你是官多大，它肯定会成为灾。什么都是正好，现在的腐败和现在的这种贪婪和现在的这种恶法，以警治国的恶法，以贪反贪的这种恶行，以黑反贪的这种各种恶果，它已经是过了。这威胁到了所有人，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我没有权利说话吗？你们黑满天放火、满山放火，我们不但不让点灯，还得蒙上我们的眼睛。这是哪来的天理啊？我们连说话，不要说民主自由了，我们连也不要说人权了，起码的一个动物的权利，猪和狗也得让它哼两声啊。这咋就成了那么大的事了呢？这哪来有公平啊？所以呢，昨这个511事件看来带来的这种影响巨大。这个黄燕女士、岳文海、徐子斌、北大李友、余力、魏鑫啊、朱山路、王恩哥，这都什么人呢？这都什么人呢？我给北大这个捐款10亿，到现在不给答复、不给回复，这是人民最敬仰的北京大学呀。胡适这样的人要看到了，在天之灵，他该怎么办呢？北京方正集团是巨大利益的输送者，为啥王仁哥校长这么保李友啊？不说个公道话，因为李友当时买了王仁哥校长一个在香港的所谓专利，付了1.6亿。王仁哥先生拿了李友的钱了，就坏了良心了，就偏向不听会说话了。王仁哥校长，我到现在都没有说你的故事，我给你留时间的，我资料全都准备好了，我在这电脑里了，我是要放出来的。我现在在告诉所有的老领导们，文贵可是发了函、发了公推，我告诉我下步就报王恩哥校长他的大老板是谁，他在美国这些物理研究是怎么回事，在斯坦福干了啥，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啊，两位孩子，我很喜欢你们，你们俩很棒，我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很清楚的，我可不想把你爸你妈这火烧到美国来，这要烧到美国来，美国国会可不是像明后天要是这个听证关于 VOA 断播的事了，那可就是天大的事了，美国一定会诞生一个巨大的丑闻，也将是个革命。我忍着我不说，但是我一旦要张开嘴，北大也将遇到巨大的麻烦。你把我的10亿还给我，你骗了钱你也没花，从情从理从捐赠的协议你都该把钱还回来，你拿了李友的钱，你坏了良心，你背叛了我，我还一直念念不忘，我不想毁掉你，我也不想毁掉你的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孩子都不错，特
特别是王哥的夫人，王哥先生的夫人非常非常好的人，也是个大科学家。还有，我真不愿意让北大让世界知道是如此的丑陋。北大这么多律师界出来的人集体帮李友，掩盖李友和北大这些校长之间输送女人、输送利益。王仁革校长多次给我说，给我选择100个北大女学生，我没要。你给李友选的这些女学生，都当了很多当了女友的情人，当了一些高官的情人，还拿到了钱，还拿到了物质，但是他毁掉了百年的北大的名声。很多政治事情只有王仁革先生你知道，朱山路你知道，我真的没说。我不希望2年半以前、3年前在香港的谈话，啊，和你们的这个副校长到香港去谈话，结果这位副校长已经被李友和卫星买通了。回去以后跟我私下的谈话全告诉了卫星和李友和余力，结果导致了我和李友这场大战本来可以避免，由于你们被人捏住小把柄，没被人家给抓住这种把柄，结果造成了这么大的事件。当时你们低估了郭文贵，小看了郭文贵。好，我今天再说一遍，我最后一次说啊，就像当年郭庆伟时一样，不是说没证据吗？不知道吗？我一个也给你来，我喜欢让子弹飞的这种感觉。郭文贵说话掷地有声，一切拿证据拿结果说了算。北大，我再告诉北大现任校长、现任领导和过去的朱善路和王仁革校长，我不希望再让北大的百年的校名受到任何玷污。我认为北大属于全国人民的北大，他理应受到尊重。我不想让你们的丑行昭顾于天下，我也不希望牵涉到无辜的第三者和第四者、第一百者，我也不希望牵涉到你们的家人。同样的，岳文海、徐子斌、黄燕这号人，我不希望你们这背后的老板你们来威胁我啊！你们再来威胁我，你试试，我你只要威胁一次，我就要在这个直播镜头前我就来一次。当你再第三次威胁的时候，我就不跟你们玩这个了，我就直接给你们往武器往外扔，一定会超出你想象。郭文贵过去20-30年的战斗历史已经证明给你们看了。同样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招，有什么武器，尽管拿出来，尽管拿出来。文贵已经走到今天，没有选择，没有选择。要么这个事情成就一个郭文贵，把文贵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代表人民的一个小一个草根出来的一个代表正义的一个人物，要么就是被你们给灭了弄死，要么就是跪在你们前面就舔你们的脚气，也像黄燕一样老用他的手这边摸着手，那边手伸到裤裆去，然后他的手指头都能怀孕啊，手掌都能怀孕，他怀着什么孕呢？黄燕的手怀的是贪腐了老百姓房子的钱，给老百姓抬高了物价，还大笔的英镑和欧元，怀的是这个孕。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真的是什么我都留着呢，我都留着余地呢，我给很多帮我的真正的党内的绝大多数好同志留着余地呢。如果把文贵逼到那个墙角，没有选择，如果还怀疑郭文贵的能力和决心，可以试试，可以试试啊！文贵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呀？还有什么能在乎的呢？我还有在乎的本钱吗？现在这些妖魔鬼怪现在就这么样对待文贵啊！而且每个人都有各种理由，他们是正义的，我是邪恶的，我是拿了你们的钱了，我是跟你们家人什么发生什么不正当关系了，还是说我偷了你们东西了，还是我威胁你们家人了？没有吧，我今天给我这种待遇和遭遇，不就是一直以来中国人民因为吃饱了饭发展了经济，大家都选择了闭嘴，因为闭嘴和沉默和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的这种优越性，现在变成劣根性，成了你们肆无忌惮啊，玩弄一掌心，像闭嘴、闭耳、封耳朵、闭眼睛、蒙眼睛的所有的原因吗？所有人民的沉默和懦弱和承受，成了你们的工具，
你们用恐惧来回报了人们的信任和善良。文贵现在没办法了，忍不下去了，忍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啊，我讲这些事情，我就是希望像我们这草根们的企业家们，私人企业家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明天的下场就是顾文贵的今天，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郭文贵能到这下场，你们谁又能逃脱得掉？除非你天天愿意当小三儿，天天的你们愿意叫人家当成小三儿小姐们玩，跟这些老包子们进行合作，这些老包子们会换 N 个身份，一会儿换上纪委的身份，一会儿换上警察的身份，一会儿换上专案组的身份，一会儿换上税务检查局的身份，啊，就是来查你们。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公平和正义说话的，否则现在天天的我们的身边发生这些事情，这些灾难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家人儿女为子孙们成为人家床上的工具，给人家生了孩子打了胎还得被人家抽嘴巴，还得被人叫成小姐被通奸。这个当年令计划主任的一个女情人是我的朋友，这个第三次打胎是在协和医院打的胎。这个女孩子给我说过她最让我感到难受的话，她说真的是一家子，她也姓郭，一家子现在人在新加坡，她说我每次在中南海跟令主任睡觉的时候，她我都觉得我出来我想死去。原因很简单，他说这个人他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但是我干的事和在这个位置，他说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国家，对这个地方，我在看他每天讲的话和我干的事，他说我真的生不如死。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很多这个另计划还帮了我很多忙，就是通过这个女孩子，未来我会讲讲这个女孩子帮我协调过很多事儿，包括这事儿，这个人跟黄燕也打过多次交道，黄燕帮他批过好几个项目，这个女孩子还拿了不少钱，所以现在不差钱在新加坡呢，最近要来美国了，我准备让她出席全球发布会啊，讲讲她如何被流产，如何这个声音又回到那个，如何这个被收拾啊，是不是这个 WiFi 又被害掉了呢？声音还有吧？所以呢，这样的事情我看太多了，我是亲身经历啊。我从来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的说，我只说我经历了我知道的事儿和有证据的事儿。我现在我想想，现在我过去经历这些年，真的我想任何一件事情，我脑子都发热。我想任何一件事情，我这个腿和脚都抽抽的慌。我再想想现在所有国内的同胞们，我再看看我们现在身处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的社会，这种矛盾的环境和这种强烈的对比，我看我的过去和我的现在，想想我的未来，想想我们这些草根的私营企业家猪狗不如，想想我们这些草根企业家被这茅屎坑的蛆所统治着，想想我们这些私营企业家付出的生命身体的代价，这个半点尊严安全感没有，现在我家人员工还被绑票被威胁，我是天天这个要灭我全家，那个要灭我全家，好像我家人现在就是多少人又给灭了一样，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保持沉默，我真的从开始爆料到现在我真搂着呢，我真没说呀，我真连1%都没说，我真说了1%就不是你们现在想象的结果了。所以呢，这个有网友来给我建议说，你不要讲那么长时间，一个小时没时间听，15分钟，这网友真抱歉，文贵要跟你说，这事儿都太大了，15分钟文贵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做不到，我没有像包同包老一样简单几句话就把事情
简就是这么高水平的总结，我真做不到。我还是要用文贵的没文化的水平，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希望让大家呢能听得更加的明白。而且绝大多数人呢，对我说的事情，实际过去由于信任，由于被人家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捂住了嘴，不知道，所以我还得啰嗦一点。这个深深受到了和平先生的影响，啰嗦啊，被赵岩先生说啰嗦，受传染了。但是我改啊，这个尽可能的说的短一点。我现在我可能说了也快一个小时了吧，快一个小时了吧，我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因为我一旦不控制的话，直接就奔仨小时、五个小时去了，所以说那就太长了啊，我就奔一个小时。那么。今天我想说的话呢，基本就到这啊，基本到这。这个最后呢，我还是要说全球发布会的事情，很多人给我各种太多太多，现在真的多少家我查不了了。全球发布会呢，我们要超出你的想象，超出想象，时间肯定往后推。所有要参加人别着急，我们未来呢会有专用的网站，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这个工作小组跟你们联系。到那时候你们跟那个整个的全球发布会工作中心工作小组会联系，我们正在筹建，我们有专门的为这个组建了办公室，5月15号办公室开始运行，开始准备，然后呢小组都可以筹备起来。到那时候我们会邀请呢这个咱们的推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参加了推的委员会，咱们的推的委员会基本定的就是你们提供建议啊，什么也不要，你们可以匿名，可以实名，然后到现场呢，会让你们来参加，到时候呢，对我们所有的现场呢做一个公证啊，也是让你们来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呢，大部分时间主要是法律和文件的认证、翻译、准备，还有会场的设计，还有要到底11个小时、7个小时。现在我们越排时间越不够，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参加这个。整个这几年来我们这个四反三不反的整个这个事情的主题，希望大家就不要你们再浪费时间，先发信息等文贵的这个公告和通知，好吧。那么明天的早上还是8点钟，我们还是8点钟同一时间这个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这个所有的在这个讲话当中涉及到了无辜第三方，如果让你不舒服的，文贵再次表示道歉。这个所有的网友，你们的时间宝贵了，这个让你们听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向你们道歉，谢谢你们的耐心，谢谢你们给文贵的关注和关心，谢谢大家，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